嗨，嗯哼，看一下，吃什么？没有吃。我又买了那个，哎呀。好好好好，这个锻炼咬肌的清凉奶糖，好吃啊！分享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这光好奇怪这能好点。一个学期的校隔离之后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因为是可以回家过年了吗？一个学期的隔离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好惨哦，你好惨哦，你太惨了！我昨天好快乐，快乐中透露着一股悲伤。这糖真不错，我没改名字回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抢了我名字。买了三大袋，不是一整盒。三盒，它不是用盒子装，它是用袋子装的。啊，我们开始名字，今天才到的。心情很差，谁把名字抢了？真的心情很差。这糖不是流口水，这糖是清凉奶糖。不能改成人名字，为什么我都不能改？哼。不改了，不要了。欢迎韩家乐单推王，韩家乐是谁？谁是韩家乐？这个房间没有韩家乐。就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我的名字叫是谁抢了我的名字？我的左上角就是谁抢了我的名字？我这里看不到任何关于韩家乐的任何东西。我的左上角是谁抢了我的名字？你们看是韩家乐，那大概是怕你们不认识谁是谁吧。
对啊，就是薄荷味的，像口香糖的味道。嗯哼，有空人找赖哈，不找。林子阿姨要不要无所谓。好。对，不要了，不要也罢。嗯，好，播一会儿就下播了。谢谢圣诞帽，谢谢平安果。晚上好呀、啊！怎么可能把糖吃完下播？糖吃完我们甜死。哪有贝尔要掉下去了？他这欠远着呢。为啥让你们看我吃糖？谢谢糖果。奇怪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你讲讲。谢谢平安果，糖甜死我。都有什么？晚上好呀，吃点辣的，被甜到了。谢谢超无奈的圣诞卡，比心。什么弹幕？什么左上角三条线是什么东西啊？送礼物正常了。为什么？弹幕头像左下角有三条线啊？对，它有三条线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有三条杠杠啊？刚口袋 bug 送的礼物、哦，真的吗？你们试试能不能送？送完礼物就有了，真的吗？前三有，不是呀、啊？送个发电就没有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今天刚刚握手刮到了一个什么？好像刮到了一个皇冠吧，这位朋友，是吧？刮刮乐刮到了一个皇冠，怎么说吧，这位朋友，五张刮刮卡，就一个皇冠，其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！我手气非常不错，一拿就拿到了个皇冠，
真不错。啊，这位朋友为了不把这个皇冠给我啊，当场把我的刮刮卡收走了。对啊，我自己做的。对，还搞诈骗，给我官网还要把卡牌拿走的啊。对啊，官博返图手上那一堆就是刮刮卡啊，官博返图上面都有啊，有证据的啊，证据已经上官博了，就看这个人怎么厚着脸皮赖掉啊。谢谢年年的胸针。嗯，谢谢荧光棒。嗯，是是是，你最喜欢我了啊。这个冷吃醋还挺辣的，很麻辣。有种麻辣感。哦，谢谢官人送的圣诞树。行，没有啊，冷吃兔看着多，实际肉很少的，基本大部分都是辣椒。它是麻呀，它有很多花椒在里面。我个人不太能麻。是吧，刮刮卡弄得还挺精美的。嗯，就是这个售后太差了。嗯，我要打假了，搞诈骗，好吧。售后太差了，售后太差了。嗯，我去啊，拿杯水喝。我错过什么了？中了一注。嗯，中了个啥？中大奖了吗？中了10块钱回本了啊！10块钱怎么兑啊？给你回本，回本了再买一注，怎么样？嗯，相当于他给了你，还给又给了你一次机会。
还要找福彩队，好麻烦哦。它的期限是多久啊？有什么错过不错过的？你们以为我看不到是吗？那还是有机会的。可以下周我把彩票再给你，你再去买一注。是的。这个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冷吃兔。对啊，冷吃兔很好吃。很辣，嗯，真不错。不，哼，它是麻，那种麻麻的辣，不是那种单纯的辣。这包你怎么可能是整只兔子啊？你想的好美哦，就这么一丁点一丁点的小肉，这里面好多辣椒嘞，就这么一包，一整只兔子，这不是水吗？哪里是乳白色的？又看到了好多花椒，嗯，很麻，嗯，一般很少会有骨头，基本上都是肉块块，小肉，薄薄的一片小肉。吃花椒，吃花椒太吓人了。明天周围要准时上班，为什么啊？啊，休息了。哎，好了吗？身体好了吗？羡慕周围，你不会羡慕的。晚上好，人被麻到了，麻了麻了，输入对讲。什么队长？队长，队长，在说什么？
我的 Siri 叫不出来的。哎，我嘴瓢多着呢。为啥？因为 Siri 不喜欢我。太乐色，对讲，好讲了。你这话说的仿佛骂了你自己。哇，谢谢这位乐色。怎么黄瓜？微信带着冷吃兔给你比心。哎，没有开空调。空调空气呢？啊，空调空气呢？我就说怎么有点冷。恭喜您，那是那是，我运气好。哎呀，找不着空调空气了。空调修。只能说缝缝补补三年又三年。嗯，我找遥控器去刚刚好。遥控器你在哪？我还买了一个这个，发现我买都是甜的，买了一个这个，这叫什么？红糖肚脐饼，里面是红糖。怎么都没想到你能抽中皇冠。我说了，我手机不错，四张卡，五张卡，四张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只有一，其中一张是皇冠，我一刮就刮开了。主要是很好笑的是什么呢？人刚给我讲里面有一个是黄，有可能抽中皇冠，然后我一刮，不，我已经刮开了，他说有可能抽中皇冠，我就看到了皇冠。我看到了皇冠两个字。他那句话才讲完我就哎，皇冠。其他都是什么什么，哎，反正就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什么变装啊，什么发糖啊，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哦，这红糖好好吃。完了，今天糖分超标了。笑死我了。怎么啦？看不到我变装，那你们要养猫，给你们变个装吧，怎么样？是吧？让我的粉丝给你们变个装，怎么样？看不到韩家乐变装，让韩家乐粉丝变装。
我们调换一下身份，可以吧？哎，你变装，你私发给我，我用我的抖音给你发。行吧，怎么样？让你活。人家都变装变这个变那个的，我变粉丝。谢谢呱呱的夜蝶。呱呱是举夜蝶赞成是吧？呱呱，举夜蝶赞成。怎么样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吃完了，你看。这剩下全是辣椒，对啊，冷吃兔就是这样的。冷啊，所以我现在在开空调。嗯。还什么残渣？众筹一套，众筹一套什么？什么？你们要给养猫众筹一套叫什么来着？摇铃变装的装备，我都没有呢，他就有了。行，养猫快拍，拍了我帮你发。我不要，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圣诞节拍什么摇铃啊？圣诞节人家都换另外的方式了，都是拍别的东西了。摇铃已经过时了。
看看什么呢？斗破苍穹不行了，哇！哎，我直播看电视会不会有点过分？不行，不能用爱，不能用电投影看，太模糊了，得看清楚的。等等啊，这个沙发垫都被坐的，它就这个颜色，哪里脏了？它就这种灰灰灰的颜色。它就是这个米白色，这又不是白色，它这个不是白色的。这个爪子是白的，你看这两颜色是不一样的，看见没？它这个爪子是白的，和它肚皮上的颜色就不一样，看见没？所以它就看上去脏脏的，待着吧。你妹妹想要，你能不能出我？哼，这样吧。10000块，你要买的话，我就给百姓宇分一半。毕竟是百姓宇买的呢，啊，百姓宇买的。还要经过他的同意，你必须价格高，人家还不一定同意呢，是吧？你只能价格高。开玩笑，那时候百姓宇说不喜欢丑死了，现在哇，他的宝贝，为了他年卡都买了。我买什么？没买年卡，我就上次去了一次。我当时去的时候纠结了一下要不要买年卡，但是现在一直没去，不是吗？等我下次要去的时候，有可能就会买年卡吧。因为不买年卡去一次。300-400块，旺季400-500块，买年卡1000多，可以去好几次。对啊，你不买年卡去个3-4次就回来了。
你看，水晶卡3599，水晶卡要3599，不是1300多吗？1399吗？我上次去了半天，还是买的下午场，都300多了，就已经抹零了，就只要1000块了。水晶卡才1000多啊！我说就抹零头了，什么抹零啊？哎呀，话听一半，别听了。啊，离谱，太离谱了，离谱大了。一个个大谱，哎，看不看《斗破苍穹》啊？你们要看电视吗？我们一起看电视吧，怎么样？我把那个勾起来，来来来，我们看电影。女明星帮我带播，真的好好笑、哦！我昨天看的那个，在真的，这还要版权吗？我又不是盈利性的，我又不是带你们看电影，又不是靠这个电影挣你们的费用的，我又不是盈利性的，这也要版权吗？收礼物算吗？收礼物你们又不是为他送的礼物，是为我送的礼物。无语。斗破苍穹不要大会呀、啊、斗破苍穹是腾讯 VIP。谢谢紫竹流明的圣诞树，好看好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啊！一切再说，卡啦，那我换流量，好了吧，我换流量了，怎么还是预告呢？到底是第几集了？第9集，不好意思，打开了斗罗大陆。订酒店就同城，安心预定，退改无忧，同城旅行。嗯哼。看什么？看《斗破苍穹》。哎，由同城旅行，这人偷到别人家去了，不好意思。
屏幕镜像吧，这样你们可以看到我 iPad 里面的东西。真的不错，是真的不错。开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架子多少有点碍事儿。你们是这是正的字吗？这正的字还是版的字？版权声明。哎，完了，它版权声明上面写的啥？我看一下，我退出去看一眼，它版权声明上写了啥？改编剧中的人物角色配音系元素上海粤文音，任何人组织未经擅自副词修改录制剪辑或以其他形式进行使用，这算吗？那我看吧。听声音肯定没问题啊，你们看我吧，你们只能听声音。我看，谢谢荧光棒。讲的啥？能不能介绍一下？你们没有看那个？你们没有看过《斗破苍穹》的小说吗？竟然没有看过《斗破苍穹》的小说，你们？我当时可喜欢看这个小说了。药老这一集药老复活了，这一集药老就是萧炎，看过的给你们提醒一下，就是萧炎上云岚宗找他爸爸，把云岚宗给拆了，药老复活了，然后帮他把云山给打败了，斗宗。我看过这个小说，我知道。哈哈哈哈。啊，复苏醒了，关键的时候转过去给你们看一眼，只能这样了。哎，镜头在哪？镜头在这儿。这个版权是腾讯的 ，B 站没有。死我我真的待会儿就不会管你们了，说实话。
这哪里有3D 啊，这没有3D 啊。好好看哦，衣服，你说我这衣服好看。真的吗？一集很快的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啊，为什么一会儿就没有？他一集为什么这么短？我看那些每次看的时候都有弹幕，弹幕说跟到我老也不一定就是看得完。就是一辈子都不一定看着他结完结，你知道吧？确实可以看到死。我没有看海贼王和柯南，说实话，因为太长了。我没有跟着他追的话，我就觉得太长了。嗯，斗罗确实快完了，但是也还晚着呢。他回到大陆上课上去了之后，还有很多事情呢。斗罗，为什么不剧透？其实看《斗破苍穹》和《斗罗大陆》的人，可能都是看过小说的。看过小说了才会看这个动漫。你都不算就没看完？一人之下看过，后面新出了还没看。人不能分心，我会忘记我在直播的。
对，这样没办法认真去看它。我现在应该还搞个吃的。再开一包兔子吧，你先暂停。啊，这已经演了一半了，你们感谢已经演了一半了。对啊，已经演一半了。后面的一半我要沉浸式了，你们不要打扰我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不会再和你们讲话了。谁也别打扰我。吃个花椒，看斗破苍穹，对，是在打，在打架，现在就是在打架，所以好看。说实话，打得我眼花缭乱。
说。今天这一架还打不完，又要等到下一周了。等一下，我没开声音。我发现连麦我这边听的只有是对方的声音，好小啊！你把你手机声音调大一点就能听到了。我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。你把你手机声音调大一点就听到了。哦，好的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我刚刚也是在调手机声音才听到你说话的。我就说怎么声音那么小，我就。我以为是口袋，它就本来就有这个 bug， 就是可能连麦的话，对方有一方的声音会比较小一点。不会不会，因为我平时把手机声音都调没了，所以每次刚连麦的时候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，所以我后面才发现是因为我把手机声音关掉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，我学会了。就是你看视频的声音，你要把它调大一点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就说怎么每次我连麦的时候都声音好小啊？你房间这么冷吗？你开空调呀。哎呀，开空调太干了，而且我就是刚回来之后，我就开直播的，所以我就外套都没有脱。我也是，但是我冷，我把空调打开了。你在干嘛呀？在看电视。你在看电视？你们屋还有电视啊？我买投影了。哦，天哪，真好。那不是我买的，富婆买的。哦，富婆买的，你和哪个富婆住啊？白星宇啊。哦，原来是富婆买的。我看了你们那个投壶的那个。难道他没有给你买手机吗？是我给他买。哦，是你给他买。我记成我之前以为他给你买呢，就他买投影仪是吧？是我给他那个富婆买，我现在也负债累累啊，欠一屁股债。那也都是富婆，咱们都是富婆啊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行不行，欠屁股债。你的头发染回来了呀？对啊，因为太浅了，感觉冬天看上去会很冷。但我觉得你浅色头发很好看呢。咱们说，我是淡颜，比较适合深色头发，浅色头发有点显得很苍白在镜头里面，没有妆化的前提。我超喜欢你这个白皮肤，好吗？你看我的头发也是伤的。你看我染了头发之后，它这一节就是伤到的嘛，就漂过的，然后它就变成这种颜色。我上面的头发就红色。我也是，我后面长出来，其实下面的头发也会，就是只要你漂过，你越洗越洗，颜色就会越来越浅。对啊，而且它上色特别难。嗯。哦。我是直接染了两次才上成这个颜色的，不然就是很浅的金色。哦，你是漂，你又漂过了是吧？我那个蓝色怎么会不漂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染这个颜色的话，没有。哦，是之前我染了一个蓝色和那个紫色。哦，我没有看到你紫色呀，我看到你蓝色。紫色的时候人比较啥也没干。我确实已经忘记在直播了，真的好像在微信里。我们在微信接视频聊天。真的好像啊。你在吃什么？冷吃兔。聊，你竟然吃兔兔。当然啊，兔兔多好吃啊。哎呀，等我有机会去上海找你们玩啊。来呀，快来呀。可是我们现在要排新公演，根本就没有时间。
嗯，什么时候拍完啊？要等新公演上了之后。你们啥时候上啊？有说吗？有定时间吗？可能是元旦，可能哈。啊，元旦那我们也没时间呀，不然可以去那儿看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肯定也要搞特殊公演。等元旦搞特殊。你们最近在干嘛呀？最近在忙什么吗？我们在准备圣诞公演啊。圣诞公演呀、啊。圣诞节的公演。哦，圣诞公演。好的，好的。笑死了，我们俩真的好像在接电话聊天啊。完全没把粉丝当外人啊。不是，讲着讲着看着自己聊自己的都不知道，不管他们弹幕在说什么，就我们在聊我们。确实确实，那你吃吧啊，我就是我们就是结束微信聊天。好好工作好的，拜拜等你来。嗯，拜拜不给你们听，不管你们，完全就不管你们，弹幕没有一个人读弹幕，我们俩在那聊自己的。我俩没有一个人读弹幕，就单纯的聊天去了。对啊，他们应该是，哎，他们是新公演还是复课呀？忘记问了。若无旁人，旁若无人。嗯，手牵手不是刚刚今天的握手，谁告诉我手牵手不是北京在复课吗？北京在复课吗？对，现在不投应该不会出新公演啊。前所未有和时间手两套拼盘呗，不管你们了，我继续看我的斗破苍穹。吃个香蕉先。这个投影仪多贵啊？4000多吧，几米三 H3，现在出了3S，H3S 和那个，好像忘记我化妆了这回事。
就我昨天去肥子屋给他们搞装东西，然后在脸上一直抠抠抠抠半天，突然想起来自己化妆了。要老又要消失了。看一下下集预告，太卡就没了，无语，没有，这一集看了个寂寞，没有前几集好看。我看过以前偷心九月天以前的动漫动画，动漫，不对，那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书，对，漫画。对，知音漫客。当时的《斗罗大陆》也是在
看买的这种漫画书看的，也是知音漫客吧，反正就是推一点点。人忘记刚涂口红了，又开始吃糖果。涂了个寂寞。我也是，我也没买过什么，可都是。我不快乐。看一下今天的公演吧。哇，今天没有公演，我还以为今天我们对公演了。化妆了，我下意识就以为公演了。昨天已经看过了。昨天 MC 很好笑，昨天 MC 还行吧，很好笑吗？MC 三我看过了，所以已经看火了。一般公演完我们都会看的，当天就看了，不用等第二天了。什么呀？北飞今天接车，哼，谁有精力搭理他？一个都大素颜的，他一个妆发完整的在那站着。对啊，这空调很夸张。看，再看一眼我昨天的 unit。羽化成蝶，就拉米拉米拉米，人海发言我不说。好好笑，他们后面没声音了。再看一遍。老刘的表情逐渐僵硬。笑嘴角都扯不起来的那种笑，嘴角想扯都没扯出来，硬没扯出来。
真的尽力了，尽力在。本来是。我还说我们刚刚这个间奏不，我们这个换场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？突然想起来，因为昨天说了一下，控台死机了。是已经变高清的样子吗？之前比这还模糊吗？哦，确实。之前后面那个有那个屏幕的时候是更模糊，现在清楚很多了。劳拉是什么意思？是哪个王瑞琪？是真的王瑞琪还是假的王瑞琪啊？假的，那又是谁？粉丝现在能用成员的名字了？不是不能用成员的名字吗？哦 ，SHN， 抖机灵在这儿。先进高仿，没对标的，我们有对标吗？真的，当然啊，看地长。小包为什么看上去比我还高？有点不合常理。刚刚这个 ending 就感觉他和我差，他比我高哎。
放弃拉米拉米拉米，让爱它也不重，眼睛冰冰像是星星，悄悄出现我心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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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观看率有所下降哎。也不对，是有降哎。看2021年8月14号的观看率是10万，9月18号的也到10万了啊。对，九月，然后这有一个9月12号的就只有89,8月22号的，你看8月份的都上10万了，8月22号的是11万。到后面现在这个10月29号的只有69,000了。还是累积吗？但是这里还有个10月4号的已经81,000了。还有11月6号的都81,000了，这个10月29号的就只有69,000。11月26号的63,000，这还有个11月21号的都已经11万多了。哎，算了，这观看率随缘吧，好吧。有可能大家觉得这场好看才看的人多。你当然是看的是韩影的。你明天要上班，去吧。哦，12:28了，我什么时候下播啊 ？MC 的精彩程度 ，MC 都还蛮状况之外的。我们的 MC 不可控因素太多，只能这样说，我们 MC 不可控因素很多。就有很多时候我们的 MC 就是大家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底下一片寂静，真的底下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声响。然后面讲着讲着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讲了个啥，然后你们讲着讲着下面都开始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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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吧，我们好多 MC 讲完底下一片寂静，不就是 MC 题目就是标题翻出来的时候全场一片寂静，对吧，结果到后面大家笑得比我们还快乐。你们笑得比我们还快乐。对，有很多话题我们讲出来，哇，你们真的太冷静了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尤其是那些标题党啊，听完这个题目转身去上厕所的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亏了，你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你们没法预料，你们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不能看这个题目来定义这个 MC。知道吧，有可能有些题目你看觉得很好笑，充满了期待，实际呢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，但是这也很正常，知道吧，毕竟 MC 我们在舞台上就是什么样子都看得到，而不是可以剪辑的那些，
可以把好笑的剪辑到一块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。但是我们是只从你昨天有个开始吧，有个结束吧，中间还有一段该发生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你不能说哎全程爆料不断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我们那么厉害，没有彩排过就是这么有意思，是吗？12:31了，我播到几点？我几点播的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这么精彩的 MC 我还不是去看脱口秀，人家脱口秀是有彩排过的好吧，有脚本的好吧，我们 MC 就是随性发挥，即兴发挥，并且成员之间还有万一就是怎么样呢，是吧？所以肯定什么样子都有。11:04下来，嗯，我播到12:40吧，好吧，12:40，再播个就爱吃肉，我就在吃肉。我不吃辣椒的，我只吃辣味儿，我不吃辣椒。有没有什么推荐可以看的东西？不爱吃辣椒。《误杀二》电影是吗？国王排名已经看了，不是还在更新吗？玲珑，玲珑是什么？恐怖的吗？灵异的吗？会不会害怕？别让我看完在这儿。想看那个。演技太尬了，哪个的演技啊？什么演技啊？时光恋人好像要第二部都要出了呀。误杀二很尴尬啊，误杀一我好像都没看过。时光恋人是吗？挺好看的。时光当里人，哪个蛮好看的？这样吗？
甄嬛传我都没看过，说实话我好多电视都没看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看电视我就会停不下来，觉都不睡的看，然后所以啊我很多电视都没看过。跟他们说很可惜啊，说就是还很好，很赚，就是还有很多电视可以补到，我很多电视都没看过。完了，是的，今天在后台还有人说呢，说要不要买个 DV《甄嬛传》的，把它存档起来。买个碟片哦，对，害怕。我好多电视都没来得及看呢。还有2分钟，我准备下播了。嗯，知道。甄嬛传还是很好看的，要是没了太可惜了。嗯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不要把它存档起来呢？没有看。我找个有空的时间看，我没有有空的时间能看那么多集的《甄嬛传》，因为我这个人一看电视，我有可能就会说一下把看完，然后就会几天就会，也不能说一下把看完吧，就是看到实在不行要睡觉了为止，有可能就到了第二天早上上午了。过年放假，然后人家过年放假在家吃好喝好睡好，早睡早起身体棒棒，我在这儿天天熬大夜看《甄嬛传》。然后熬完回来，熬完回来，别人都漂漂亮亮、美美丽丽、元气满满，然后我回来，韩家乐，你是吸血去了吗？撞鬼了，这啊，精气神儿，这个大黑眼圈儿，过个脸搞成这样。然后人家过完年回来美美的，我过完年回来，哇哦！韩家乐当然要韩家乐是吧？哦，谢谢威弟的生日蛋糕，谢谢谢谢。过生日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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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《武林外传》我也没看过，还有《知否知否》呀，这些《如懿传》呀，什么都没看过。还有那个叫什么，谢谢 K， 也竟然是 KQ 啊的圣诞树。还有什么，有一个也很好像很也很好看的那个胡歌演的琅琊榜，不对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琅琊榜也没看。
仙剑倒还是看了，仙剑出来的时候我还小。我还小的时候就会看。大宋少年志也没看，我很多都没看，伪装者也没看，真没看。还有什么？雪中悍刀行还没开始看呢。这个糖叫美乐，好想给我列个单子。请回答1988，我也没看完，幸运连看了。雪中悍刀行别看，为什么？因为请回答1988，我就看了第一集，然后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后面忙着忙着去忙别的就没看了。鬼怪看了，突如其来的假期好像也没看，悠长假期没看。好看1988好看是吧？1988真是挺好看的。隐秘的角落也没看。恋爱世纪、暗格秘密都没看，权力游戏应该也许大概看过，非自然死亡也有点耳熟。致命女人没看，京都爱情故事有点耳熟，不一定看了。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也有点耳熟，我真的很多电视都没看。我跟你讲，我要开始补档的话可有太多好看的了，但是我就不想补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补了我就会没日没夜的看，太多了。我感觉你下半辈子都会很快乐。哪有这些电视能保证你下半辈子吗？你上半辈子你才多大呀，你都把它看完了。对，感觉没有时间补档，我落下的太多了。我都说了我很多电视没看的，我以前不看电视，我也不玩手机，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干嘛。扬名立万好看吗？还挺好看的，好看的就干坐着。大概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睡觉吧。你晚上吃多少糖吗？这个没关系吧。10块糖没关系吧，才10块而已。我要嚼起来，一天能把它嚼完。这一袋，我要嚼起来，我一天能把它嚼完。我说了，我闲不下来的，只要我面前有吃的，我就会一直吃。所以我面前不能有吃的，看到吃的就会想吃，就清凉糖，清凉糖。偶尔会吧，但习惯说普通话了。我和小包在一起是不能吃一天，只要房间有吃的，就会不停的吃。我就是这样。我杂志，我嚼嚼。
你要嚼到后面也嚼太多了吧，我一般都吃不到最后一点，嚼差不多就咽进去了。嚼不完了，你吃东西这么仔细的吗？谢谢偷着乐的皇冠，比心，耶耶耶！嚼没了，我嚼不到后面去的。47了，那就50吧，再等3分钟。嗯，急性子人是这样子的，对。啊，你们俩有什么嫌疑吗？相互点名道姓的，奇奇怪怪耶。你拯救了他的口袋，为啥？刮乐是什么鬼？仿佛在说我。哦，下不回来了。嗨，说着人等于说人把口袋卸了。糖里掺了橡胶，给八发邮件下的，不是有一个下载链接吗？有一个下载链接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口袋，哎，昨天口袋打不开，都是给了个链接给我们，让我们重新下载更新一下才进来的。那个也不好使啊，真的吗？为什么不好使啊？我们就是用的那个链接，瞎说，我是为了更新。对啊，我们昨天那天我不是直播说更新好玩，我就更新了嘛。就进不去了，然后就有成员都大部分都进不去了，有只有几个人进得去，没更新的人进得去。然后就有人后面就问了大王，大王就给我们发了一个链接在群里面，我们在群里面就点进去那个链接下载的。这次升级好像搞了很多 bug。 嗯，更新了之前送你们的那些东西呗，就是像你们进来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弹幕不是进来显示的那个特效哦，对，进场特效，气泡，现在看不到气泡了，没有气泡嘞，没有气泡嘞。对，我那天更新之后，你们弹幕我都看不完。对，进房间变，气泡已经过期了，这么快，人才来得及看了一眼就过期了。就3天，好吧，买个安卓机专门玩口袋。大家都这么富贵了吗？说买就买，手机说换就换。唉，摸摸泪。会不会我还没看气泡就已经过期了？也有可能。安卓机便宜，真的吗？安卓机也不便宜，好吧？现在安卓机也要好几千块钱，好吧？真的是，
1000把块。那你们这样用发电形容的话，那苹果也就5个发电，有点过分吧？多少？哎呀，谢谢夸夸的皇冠比心。你们讲了他都不换了，被你们讲给你们讲的不好意思了。给你们讲的不好意思了，你看吧，真是的，你们讲什么不能这样讲，人家本来换手机的都不好意思换了，真是，哎，真不行啊。我哪里讲了，我讲什么了，我可没有拿什么皇冠做比喻哦，是你们做比喻的，我只是说大家都这么富贵的吗？笑死我，新手机预算减500。没差没差，攒一攒换苹果14好吧， iPhone 14。反正这13才出来没多久，再等那么个大半年就能出14了啊。不能说大半年吧，12月，9个月吧，9月初，10月吧，10个月吧，9个月10个月的样子，也没多久了，很快很快。对啊，大半年。看现在，这12月马上就要过去了，谁能知道呢？今天已经12月20号了呀，我感觉前两天才12月1号，前两天才12月1号。今天就已经20号了，这20天眼睛一眨就没了，马上我们就要迎来2022了。那天开会的时候，叶总非常认真的问了我们，你们知道2022是什么年吗？我们说不知道，他说2022是48成立10周年。哦，他说我们2022年会有很多活动。是吧，2022年可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都10年了耶，哇塞，我们吧竟然10周年了，你们敢信。对呀，电视上都是我们，哪里都是我们，随随便便都能找出一个 SH48。多多少少还是很厉害哦，我们爸很厉害的。前两天刘贤他们去吃，还吃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昨天。刘贤他们去吃寿喜烧，不还被免费了吗？说是明星给他们免费了，怎么会认出来他们是明星的？去睡吧。不知道呀，就很好奇，怎么认出来的？好像是聚聚开的，真的吗？拿着手机在直播，那不一定直播的就是明星啊，有可能直播的是网红嘞。他们碰到粉丝了，还在直播啊。对啊，一个意思，这种一般上路的老板就免单了，真的吗？那随随便便去直播不就行了？
抖音随便都可以开直播啊。这样的话大家都去争取免单了，开个随便开个抖音直播进去，哎，比如说你是我明星，我给你免单，是吧？那你们也可以啊。为什么基本一眼就看得出来？600万粉丝想免单被拒绝了，是吗？所以说我就很好奇是怎么认出他们的，应该就是粉丝。不知道，人很好奇嘞，有可能有长相。梅婷和四八小偶像多少有联系？梅婷是什么？但正常一直像这种店铺的话，老板一般本人都不会在店子里吧？他们碰到两波粉丝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人呢就比较不理解，就会问一下。我一般出门都很邋遢的。除了公演后带妆出门，其余时候都很邋遢，就是很随意。送什么蛋糕？什么送蛋糕？哪里送蛋糕了？没有送蛋糕。你本来也在的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去睡吧。什么叫你本来也在的？你也本来也要去凑那个热闹的，还是说有你认识的朋友本来一起去玩的？这不是一般的尴尬。这是干了个大尬。啊，吓死我了。我还以为那个开店你本来也在的，给我吓的。我说你们这还有联系呢，广泛呐，交友广泛呐。再吃多少压压惊。那我们本来也都该在的，鬼嘞！一点，我下播了。我没邀请你们。谢谢偷着乐的大饼。谢谢。你信不信？什么？你能开店，明年就送我进圈了。好，我看到了。等你开店哦。加油加油，相信自己，一定能开店。好了，我下播了，你们早点睡哦，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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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